喂，匆匆忙忙干嘛去呢？什么？一飞独步天下更新了？哎，等等我，我也去。第927集，在场的人包括府台大人皆是一怔。这伤？府台大人怔了许久，才重重点头。大夫，这位夫人身上的伤跟毒跟我们没有关系啊。这位真的是将军夫人，我没有骗你。你不信的话，可以问外面那群跟来的百姓，他们是看到我们把这位夫人抬出来的。他们真不知裘夫人身上有伤，男女有别，他们虽一路把裘夫人抬了出来，但并没有碰裘夫人分毫。在药馆外看热闹的百姓，都是跟着官差从裘府过来的，他们纷纷出言为府台大人背书，证明裘夫人的身份。裘家的夫人。老大夫听到门外百姓的话，顿时闭嘴不言了。这人我治不了，你们要尽快另寻高明，不然他活不过今晚。他虽然不怕事，不怕得罪官府，但他怕得罪裘家。裘家在燕北权重势大，最主要那家是不讲道理的，他一个小大夫真惹不起。大夫，你真没办法吗？这位老大夫算是燕北颇有名气的大夫，他要是不行，裘夫人恐怕真的活不了。老夫真的没有办法，你们另请高明吧。老大夫也很同情裘夫人，但医者无法医死人。大夫，求求你救救我表妹。宋淑清最终没有忍住，推开了官差走了过来。天知道他刚刚看到表妹身上的伤有多么心痛。老大夫认识宋淑清，但认识也没用。宋先生，老夫真的无能为力，裘夫人伤得太重，她身上的毒是常年累积的，除非有南疆的灵药，不然她绝对活不过今晚。老大夫没有告诉宋淑清，裘夫人体内虽积了毒，但如果没有诱因，她不会这么快死，她后面应该是又被人下了毒。裘家的事太乱了，她真不敢掺和。南疆的灵草，我们哪里弄得到南疆的灵草啊？宋淑清听到老大夫的话，顿时就失了精气神。他们燕北离南疆最近，但南疆对燕北的防备也最深，别说寻南疆的灵草，就是南疆普通的花草也极少流入燕北。也许燕北王妃会有办法。府台大人犹豫了许久，还是说了出来。裘夫人是燕北王妃要的人，这人肯定不能就这么死了，真要死了，他们拿什么拉下裘家？宋淑清睁大眼睛看着府台大人。燕北王妃，王妃不是死了吗？府台大人顿时脸黑了。是新王妃，皇上给王爷赐的王妃，也是王妃让我去救裘夫人出来的。府台大人不着痕迹地为纪云开宣扬名声，他和纪云开都是皇上的人，纪云开在燕北好，他才能好。燕北王妃，我去求燕北王妃。宋淑清就像溺水的人抓住了浮木，连问都不问，就求官差抬着裘夫人去找燕北王妃。燕北王妃手上有南疆的灵药？老大夫医术高超，自然也就最新医学，南疆的药草是所有大夫都无法抗拒的诱惑，老大夫也不例外。虽然掺和裘家的事很麻烦，但有燕北王妃在前面顶着，他一个大夫怕什么？燕北王妃曾送了南疆的名花给燕北的夫人们，我夫人也收到了。听徐夫人说，燕北王妃有不少南疆花草的种子，但有没有灵草我却不敢保证。只是依稀听徐夫人说过，王妃似乎也懂医。要说整个燕北最清楚纪云开的，当属徐夫人了。徐夫人的话总是有几分可信的。如果是徐夫人，那就肯定没有问题了。徐夫人在燕北的口碑极好，老大夫也认识徐夫人。我跟你们一起去。
从城内到别院有近一个时辰的路程。裘夫人的情况很不乐观，有老大夫跟着自然是再好不过。府台大人也一路跟随，在路上颠簸了一个时辰，终于赶到了别院。府台大人最近常与别院的胖管家打交道，一行人刚下马车就被安排进了别院，只是胖管家的脸色很不好看，留了一句：你们等着，我去禀报王妃，就跑了。府台大人也不敢有任何不满，谁叫他在不知王妃能不能救的情况下就夸下海口，要是王妃没有灵草可以救裘夫人，指不定还给王妃添麻烦了。胖管家脚步匆匆，他之所以脸色阴沉，倒不是因为府台大人带来的麻烦，而是裘将军。能入萧九安眼的人果然不是什么简单的角色，暗卫与裘将军打了近两个时辰也没有把人拿下，这个时候还在打。听王妃的意思，要不是裘将军手下留情，指不定暗卫就要吃亏了。这样的情况下，胖管家哪能笑得出来。胖管家还未走近，就听到院外的打斗声，脸上的皮肉不自觉地抽了抽。这裘将军还真是有耐心，果然不愧是战场上的常胜将军，打了两个多时辰居然还不累。胖管家进来，小心地绕过还在打的暗卫与裘将军三人，给纪云开行了个礼：王妃，府台大人带着裘夫人来了，裘夫人中了毒，大夫说要南疆的灵草才能解毒，听说王妃手上有南疆的药草，特意求了过来。什么？与暗卫缠斗的裘将军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胖管家的话他听得一清二楚，当下便收手不与暗卫缠斗，而是跑进了花厅。你说什么？我夫人中了毒？胖管家被裘将军害了一跳，回过神来后就吼了回去：你吼我干嘛？给你夫人下毒的又不是我，裘将军要耍威风，别在我们王府耍。快说，我夫人怎么了？裘将军上前一把将胖管家提了起来。裘将军是武将，从来就不是什么好脾气的人，刚刚与暗卫打了半天，火气就更旺了。我胖管家被裘将军单手拎起，双脚离地，一张脸涨得紫红，更不用提说话了。纪云开皱眉站了起来：好了，裘将军想要知道你夫人的情况，直接去看就是了，为难我的管家做什么？这个时候摆出一副紧张的样子，裘将军可千万别告诉他，他对他的夫人是真爱，那他一定会笑死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集更精彩哦。